没有，其实是可以再摁你。不行啊，因为你看这个底线，已经碰到了，所以没办法。好吧，那你先吧。我来，你不是，你要轮流的，你要轮流啊，就轮到我了，轮流啊，为什么？那你还有什么？浓浓之后是你，我觉得应该是，我们应该是要，这是哪个顺序？姐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透过游戏输赢来决定谁来插的。但你一定插都非常可能。那我们重来啊！啊，先玩这个吧。就玩这个，现在没办法拿出来，现在只有等它破了才能拿出来。到你了。哎，我还没呢。还没。哦，你还没吗？那个还没吗？对，他没有。Oh my god。哎，你什么表情？你们都太狠了，你们这个是三二二吗？哦，你们那个太狠了。哎，不好玩的哟。来吧。你自己要玩，然后你自己又躲那么远。我不玩了，因为我是前辈。这个肯定爆了。这什么的标准动物？要不要？这里还有，这还有。哎呀，你看他的纹路都跑出来了。纹路呢？你要卡一声，一定才帅啊！卡，蛮酷的。好了，有了。好了，有吗？有个一声啊，有。啊，到我了。啪！得，他这个必爆。他在干嘛？啪！哇！可以呀，凯西姐。阿飞，徐姐，我们，我就突然很想，其实我很，我也是，我真的不想。哎，你躲着。哇！这个女人啊，好可怕！他们对你多狠。不是我竟然能玩到我吗？为什么都在我们这里？可以拿去中间吗？这样不公平哦。三哎，是可以抽很多、啊。哎，这什么气球啊？质量很好，普通气球。没有，它本来就是挺有韧性的，这个气球可以抽很大。我豆子拿上去的豆子，你拿下面，你想吓到别人？豆子，你再吓一点，你当然别吓到有墩子了。把墩子吓了。哦，对，墩子，别吓到墩子。你先把墩子引过去，先把墩子引过去。我怎么引呢？那个玩具甩甩。来吧。来，墩子，小心哦。对，我怕吓到墩子。好，下一轮开始，农农。怎么好像害到我自己啊？啊，我是哪一根？你随便随便啊，你要弄新的一根也可以。下面还有一根新的。游戏这么玩的，你永远可以放一根新的，或者你插旧的。